今天我们吃这个茶树菇炒肉。配这个毛豆炒肉，老香了，剁椒莴笋，这个菜好下饭，拜拜。和味方螺蛳粉，我去，好辣，39.9，发九包。这款味道很好。
李海龙黏糊麻辣烫。好吃。我这个就是一包直接煮出来的量。这个青菜是我自己加的，剩下的这个莲藕啊、豆皮、海带都在里面自带的。就这样的一包。